RenderForest.com。顾天月终于承认此生挚爱不是陈乔恩和陈妍希，而是43岁的他。最近因为蓝洁瑛的事，一向低调的古天乐频频上热搜。最近还被爆出颈椎骨移位导致手指麻痹，需要做手术的事，丝们纷纷表示心疼。如今47岁的古天乐为了筹钱盖学校，依旧还在拍戏，常年无休息，可身边却没个女人照顾，至今还是单身，真是心酸呀。为什么低调又热心的古天乐会单身这么多年呢？有不少网友推测，应该是为了某个女人，而这个女人正是古天乐此生挚爱。当年古天乐刚出道就以美貌令众人折服，年轻时候的古天乐让网友直呼一见杨过误终生，公子世无双。就在那时候，古天乐遇到了同样美貌过人的黄静莹，也就是黄日华版《天龙八部》的孟姑。黄静莹是这么多年来古天乐唯一公开承认的女友。谁知道人红遭人妒，古天乐过往的丑闻被揭发，人气和声望一下子跌到谷底，事业进入了很长时间的低谷期。而黄静莹非但没有嫌弃和指责他，反而放弃演戏，一心陪在古天乐身边，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。